定在家哦。啊，定位的是我的大汉查某囝，叫子健。你哪会当安尼欺负一个两只查某囡仔？硬要逼伊，互伊母仔分开。罗副总啊，也是爱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啦。啊，若无是几百波，才发现不是罗家的证，安尼就变掉啊。宋凌峰，向村里欺负我林子健好心。确实。你是不是想要讲，我不是应该死？您看见，敢若无情义无，敢讲您早就知啊？宋凌峰，今我的出现去破坏着伊的规矩，叫人把我绑起来，塞落海。子健叫我一个阿妈，伊是阮林家子孙，是国庆的亲戚查某囝。来，大家哦，做伙来祝子翰生日快乐啊！别客气嘞，我想要赶紧找遐邀请来的人，敢真正是子健？真歹势，中间恁哦。都看不到林子倩啊！这不是咱包落来啊？那边啊要人哦。夫人，另外一道是一位林小姐订的，伊有交代讲是要甲罗志汉先生庆祝生日的。啊，这敢是来花店？所以你嘛订在家哦。啊，定位的是我的大汉查某囝，叫子倩。你哪会当安尼欺负一个两只查某囡仔？硬要逼伊，互伊母仔分开。罗副总啊，也是爱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啦。啊，若无是几百波，才发现不是罗家的证，安尼就变掉啊。宋凌峰，向村里欺负我林子倩好心。确实。你不是？你是不是想要讲，我不是应该死？您看见，敢若无情义无，敢讲您早就知啊？宋凌峰，今我的出现去破坏着伊的规矩，叫人把我绑起来，塞落海。子健叫我一个阿妈，伊是阮林家子孙，是国庆的亲戚查某囝。你的手大，你这么笼统啊，袂当让人原谅的呢。就是因为我太信任你啊，我才会变成全世界上无负责任的爸爸。你是恶毒的查某，我决定跟你离婚。